今天小编带大家来体验 Wing Hotel， 一起进去看看吧。 Let's go。 一进来就有猫猫迎接，环境简约大气，客服人员更是文质彬彬的。二楼往上去简直欧美风格，沉浸式体验实惠且高级的大床房，整体风格属于小资时尚，还有干湿分离的卫生间。这里还有饮料区，咖啡控的我马上泡一杯，喝着咖啡坐在沙发欣赏湿屋的美景。晚上还可以跟朋友到附近的高级餐厅 Tapirik， 这里的环境很舒适，非常适合和朋友吃饭聊天。饭后怎么能少得了来 The Lambert， 和朋友们一起小酌一杯，这里的气氛很好，还有 DJ 打歌，深夜还能来场桌游，搭配 T4 饮品，超赞。另外2023年7月份婆罗洲文化节就要到啦，好消息是 Wing Hotel 就在文化节区域的旁边哦。 Wing Hotel 赋你一面之约，体验感满满。